人家都拿自拍放。真的、哦？哎、啊，因为这样才不用这样，就这样拿着就可以了。我们都拍双下巴的。一来就关。Hello。真好屌。黑奴拍卖会，我想要买土狗。哪一只啊？我来看狗。死讯爱爱爱妈。哈士奇，小哈士奇，哈士奇我喜欢小的，哈士奇我喜欢小只的。哦，不要的！这是怎样？好可爱！豆豆是我的小狗。要不要买一只？买一只要干嘛？你要带回家？我一只吗？跟那么长，到底是想怎样？这么小的哈士奇，可够注意。这是什么、啊？这个不要理他。那个就是。走，快没电了。这个包什么不好电？走这边。有200多个人在看，因为他在通知我要去上课。他去拿行充。好啊。外面山的。嗯？外面山的。他说要买什么？看一下，母汤哦。我
晚停警报。晚停警报。买按摩棒。所以 MOD 是什么 ？MOD 就是跟你一样啊，有一把剑的。什么啦？麼就是管理的。是踢到还是踩到？不是踩到吧？哎、欸，就是管。好像比较不冷。就是管理，因为我们刚吃完冰。都女生，所以管理你的都是女生。不是啊，只有两个、两三个而已。灌钱很恶。他们是的话，听听就好。我是冠权的大干爹。我看，看是谁？你以后乖一点，我会抖。我会抖冠权。为什么抖冠权？他说叫你以后，他说叫你以后乖一点。好啦，对不起啦。剩11%，好扯。那我们走得到那里？可能走不到，所以会自动关机。对，剩2%给它关掉。刚刚说快没电，快没电了。哎、欸，这好好玩哦！明天他生日，帮跟他说生日快乐。别乱黑冠希。什么黑冠希？看有没有跟你讲生日快乐。没有。有吗？分手快乐。不理他们，拜。6%。那应该是走不到了，这是耗电的速度，从30%直直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电池坏了是不是？才拿1年。可以拍前面。灯呢？真的？还要再暗一点。是啊，是。关了。好。跟他说没电。大口吃肉。好了，这样关了吗？关了吗？没电了，拜拜。